期的感觉怎么样？你在录影吗？我觉得很舒服啊。对啊，以后期不到。如果你出了什么意外，你就可以明年过来骑，就是你今年还是可以过来骑。嗯哼。好，但是呢，总结我们应该骑不到，所以你等一下要试试看吗？干嘛笑屁啊？很白痴，这个女生。认真的，白痴哎！好啦，说拜拜，拜拜，讲手伸前。